等一下，我先教你怎么。这是上鱼哦，油不能沾中间哦。OK， 只能在外围。对，沾中间哦，会粘起来。下去，抓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再一次，这个手把它切。哦。好，再一次，好，把它切了。好难哦。可以吗？可以了，一点点可以。好。哦、好 ，OK。好，上来了，一坨，这样子你把它绕。这样子，轻轻的让，哎，轻轻的让，这样已经很棒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，嘿。太客气了。真的啦。这个我抓成这样，你还说很棒？不是啊，有的哦。破音。就全部掉下去了。有的有的有的。哎呀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啊。哦，好，那跟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？好。口感啊，不不不，手感。拉了之后，再用。哎，用手指头，用这样子，稍微这样动，哎。哦下面不是从左右，而是下面把它翻上来。下面，嘿嘿，好，开始喽。这样子，然后你的手不要看，不要粘在最底层就好了。这样把它好像翻书一样，把它翻过来就好了。我不是铁砂掌啊。我们努力看看，这个都没问题的吧？好，换你了。好，等一下，你看我的手。好，看你的手来。哎，对，张开，哎，远远的，大张一点没有关系。小心！哇，好厉害！好，抓起来！哇，太棒了！你好厉害！你看，好棒哦！好漂亮哦！第一张嘞，好棒哦！谢谢。换你喽，好，可以吗？啊，你要小心哦，手张开。哎，不用怕。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OK， 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是吗？哎，我可以。好难哦！哦。一开始你会怕怕的，所以你就没办法说好让它很大张。对，好，我来哦。下去，你手就把它张开。这个手感好。对，张开，嘿，对，哎，再过来，啊 ，OK 了，可以抓起来了。哎，哦，厉害，你看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这样 OK 啦。设备不一样，整个都不一样。哦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其实它熟得很快，对，它熟得很快，只是它没有。好，我们用小小火。有哎，果然是术业有专攻。哎呦。加油！哎呦，加菜哦！来上菜，这是意式的。我拿我的汤匙来。喜欢吗？这是什么的？加起司的在。嗯，有吧？有差吧？有个香味在。有意式我蛮喜欢的。甜辣酱或者番茄酱。Good， good。起司的在。Cheese good。